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周开始一起学习海贤老和尚的表法。海贤老和尚表法算我们净宗三宝之一，汇集本，科注这个是第一宝，第二宝是进修捷要报恩坛，那贤公的表法是第三宝。宝啊，对我们的法身慧命一定有很大的利益我们要好好珍惜如瓶得宝进一步呢要依教奉行要效法他老人家的行持改往修来，喜心意行，自然感降，所愿则得。这个所愿最重要的，拿到往生的把握。那老人家指导到这个每天光碟看三遍，佛号练一万声，一年不中断这个功夫就怕中断华严经提醒的如钻穗取火钻木取火为热而烁喜钻钻钻那个温度还不到燃烧起来了休息了好几次了那这个热就退回去了前面就白钻了火势随止灭了懈怠者亦然所以修行重要的呢不能懈怠当然修行也不能执着我们修行的重点呢，是要放下执着。为什么老和尚要提到佛陀是说而无说我们要听而无听就是不能听出执着点呢。我们听经是要明白自己分别执着在哪进而把它放下目标是恢复自信不能再出现执着点比方说你现在还要上班你要接小孩时间上可能一天要看三遍呢，念一万声呢，可能你时间比较不够了。那你假如执着一定要这么做了，有可能你接孩子的时间错过了，就学校打电话来了，怎么没有来接孩子结果你先生也生烦恼了。那承德就罪过了造成你们家的困扰了我设想这个都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曾经有一个佛友他一天念十部无量寿经结果学校真的打电话来了都忘了去接孩子了我们
佛法是圆融的哈，是会变通的，是抓到精神的，而不是执着在一个相的。哦，这一点大家要在这一生修学的过程当中啊，都要能关照，不能出现执着点，不然一直啊成病了，一执着自己就不是真心了，我们修行的目的是恢复真心哦，真心一法不立啊，结果我们一执着了，心上有东西了。可能你越用功啊，离目标越远了。所以佛法的功夫是放下啊。我们用这些方式啊，都是帮助我们放下的。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对极乐世界产生真性切愿了。世间呢，放得下了，这就是放下。一万生，佛号越念越多啊，妄念越来越少了。念到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一万生也不能念到是执着在，哎呀，我今天终于念到一万声了，每天都在赶作业，要完成一万。那你假如着这个相在念呢，有可能念的心很急、很浮躁，自己不一定知道。那假如念得很急呀，念了一年会怎么样？越念越着急了，着急变成习惯了。修行啊，随时要抓到本，心是根本。不是本心，学法无益。你不认识本心啊，你听很多经教不一定有帮助。我们也遇到修学很多年了，甚至都在讲课给别人听的了，他关照不到自己的心念了，那个好为人师啊不断增长啊，到人家的团体批评人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真的看到人家团体有不对啊，你要去跟人家领导者讲啊，你不能见人家每一个人就说人家哪里不对了啊，那这个就看不到自己的心啊，好为人师的心啊，包含我们每一天应对那么多境界，我们有没有常打断人家讲话？那就学了很多经教了，喜欢说服别人，别人都得听我讲，那个倾听啊都没了，没有倾听的态度啊，就是不尊重人了。哇，越听这个心反而不柔软了，不恭敬人了，所以不是本心呢，学法无益啊。所以维大师讲观心为要啊，心最重要。所以随时要看到自己的心，比方说，你
有工作在身了，那你也不能为了看这三遍念一声一万声佛号啊，你在工作的时候心都不是很定，这个见缝插针，赶快来念，赶快来看，搞得心都不是很安定，那这都变成走形式了。我哪怕一天只能看一遍，哪怕我一天只能看半片，哎，我这恭恭敬敬啊来听的，可是我没有间断。我一天虽然念不到一万声，我每天三千声。而且我任何时候不管家庭工作，我都学海贤老和尚忍辱。都学海贤老和尚那种布施欢喜布施，很慷慨。所以佛法重实质哦，这听三遍呢、是要去效法海贤老和尚啊，不能变成次数哦。我们还没学佛以前呢、我们是很容易执着的。现在不能学了佛啊，换对象来执着。陈德听那个老和尚讲，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哦。老和尚讲，不能越修越分别，越修越执着。还以为自己是佛弟子。我们可不能一想到佛弟子，自己走路有风啊，那个慢心就起来了。瞧不起其他宗教了。那这个就是越修越执着了。像我们讲学的人呢，就很危险 ，very dangerous。常常讲别人，你不小心啊，都变成向外了。公于论人者，察己必疏了，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了。其实啊。很多可以勘验自己的，其实我们强势习惯了，比方，你另一半呢，最近有没有给你提意见？他提的时候，你的态度怎么样？老和尚叫我们扎三根哦。不扎三根，能做到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吗？不扎三根，你每天讲的话、做的事随顺习气了，怎么会不造新殃？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都要自己去检查的。弟子规说：闻欲恐，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我请教大家，这一句假如没做到，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你这一句做不到啊，发觉不了自己的问题啊，你发觉不了自己的问题啊，它会增长，跟治病一样啊。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啊，越难改。年龄增长会越固执哦，要赶快改啊！包含你在团体当中，想一想，最近团体的同仁，有没有跟我提一些意见？我的心态是怎么样？
这个都可以检查的。我们这个时代呀、啊，我感觉我们很喜欢一言堂，都要自己说了算，不怎么容许人家提意见。这样的团体氛围啊，都会压抑的。而且我们这样的做法，那我们已经供高我慢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也不是从小学的，再来真的从小学的，也更不可能会这样。六十四卦只有一卦是六爻皆吉呀、啊，叫牵卦。六爻皆吉，不只可以给人家提意见，是别人要给我们提意见的时候啊，没有任何压力。你要营造这样的团体气氛，这个气氛是无形的。但它确实存在，领导者自己要检查检查。柔和直直摄身德啊，我们都要以这些教诲为标准啊，不能强势啊。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么练哦，才能练出柔软。另外一半呢，团体的人呢，亲戚朋友要给我们提意见，没有负担。哇，那你修养有提升了。这个修养的源头在哪？在你对你的父母，你的父母要提醒你的时候，他们没有压力；还是父母要提醒我们的时候，考虑半天，哎呀，我这个闺女会不会不高兴啊？会不会翘嘴啊？会不会不跟我不说话啦？哎，你连父母的心都安不了，父母还得看你脸色。所以养父母之心啊，不可使父母有难言心。跟你讲话还这个考虑半天啊，我们闽南话说顿呆在那犹豫欲言又止啊，这个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处事啊，有什么不妥当啊，源头都是跟父母相处。所以假如我们觉得人际关系里啊有哪些 不愉快啊，你深思一下跟父母的情况是怎么样。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但是不能着相啊，不然要造成你们家的困扰啊。我不杀伯人，伯人又因我而死啊，所以一开始先说明一下啊，贵在呢不中断，贵在用真心。听的时候用真心，念佛的时候也是很恳切，真心切愿的念，包含在家庭在公司团体，处事待人接物都用真心，都是净土为归处事待人是助修，念佛是正修，正助双修。
啊，会修行的人呢，就是在一切境缘呢，把真心啊给练出来了，这叫会修啊。哦，比方说你在五伦关系当中，很容易起情绪的，你关照到了，好，我就在这里修。啊，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不生气了，啊，能提起中恕之道了，哦，那这个是有功夫了，没有被境转，能提起这些教诲了，经典的教诲了，那转境了，没有被境转。啊，《楞严经》说的，若能转悟，则同如来。啊，所以我们修什么，不被境界转。哎，真心没有变呢。啊，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不受影响。哎，我还是礼敬诸佛，我还是真心对人。哎，你不被境转。你的真心慢慢就感动人，就转境了。哦，那上一次啊，我们有学习到啊，老和尚说的啊，我们净宗啊，刚开始成立了五个科目。哎，我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的言行啊。都符合这五个科目，那通通是积功累德了，而且这个积功累德都没有中断，用功都没有中断的。好，一开始是三福，第一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两句啊是根，啊，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孝用父母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尊师重道。啊，生命来自于父母，慧命来自于老师。一生有所建树啊，这两个恩人不能忘记。我们现在呀，假如有一些境界呀，觉得自己突破不了，啊，每一次很想突破，哎呀，我在这个境界不能发脾气了啊，可是好像真的遇到了，又忍不住了，哦。其实都是念头啊，啊的正念不能保持。老和尚有说啊，他这一生的成就啊，念念不忘孝敬尊师。哎，这一法我们有没有用上？其实当我们习气要现前了，哎，能想起父母跟老师啊，这个正念能起来，那个邪念就下去了。我们往往在境界考验的时候啊，提不起孝敬尊师来。提不起老师的教诫来。啊，提得起来了，老和尚就加持了。佛菩萨就加持了，这个关就不难过了，都要用在境界上哦。其实天大的事啊，就是个念头转不过来而已，是我们把这个相啊想得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了，其实就是个念头转不过来。哦，不然大家也可以，哦，我哪个境界实在太难了，真的跨不过去了，
也可以写上来。真的就是个念头。哦，比方啊，我也有遇过啊，因为财产呢、啊、都睡不好了，哎呀好痛苦啊，啊甚至家里人打官司了睡不好了，哎这事大不大？大不大？不就是个念头？命里有时终须有。你不相信这一句啊？你相信了，你就不去争了。哎，哎，我相信啊，相信什么？佛菩萨同体大悲啊，会照顾我的。我就找个佛寺啊，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就好了。哦，那佛寺里面那么多出家人那么慈悲啊，会给我 一口饭吃啊，有什么好担心的？担心没钱干啥？哎，你相信佛菩萨同体大悲，你就不会担忧那么多事情了。而且说实在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你的福报是你自己修的，别人又抢不走。从心而觅，感无不通，都是念头有执着，就是个念头执着。你肯把这个执着放下了，这个境界就障碍不了你了。所以理得心安啊，真的啦、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好啊，老和尚这里讲了，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所以我们弘扬传统文化要从根本开始啊，君子务本呢、啊。啊，我们要成就自己的道业也要从根本啊开始，不然我们的修学就变成了舍本逐末了。好，我们用啊植物啊做比喻，本就是主干，从根而生起来的。哎，有这个主干呢、啊，哎，上面呢它有枝干，从枝干呢、啊、再分条。再有枝叶花果、哦、从哪里来的？从这个根本、啊、发生的。哎，这一段话有没有学出啊？学着讲话多用比喻，人家比较听得懂。你当父母、当老师、当领导，要会比喻，要会讲故事啊，这叫必备能力啊。现在人不是从小在大自然里面成长啊，悟性啊没有以前的人那么高了哦、啊、所以尽量啊能够多用比喻的哦、啊、你看佛陀百喻经，就他老人家常常讲经的时候都用譬喻的。哎，我们是佛弟子哦，这一点有没有跟佛学到？哦，还是又来一句话，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讲话。哦，真是一匹天下无难事啊。
啊，啥叫我不行，我不能。哎，大家想一想，啥都是我不行我不能的人，能去极乐世界吗？首先他那个回向文就有口无心，庄严佛净土，你拿什么庄严呢？啊，一点都不担当。要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去啊，这才庄严佛净土啊。哦，哎，我学了佛之后呢，潜力都发挥出来了，人家看得很有信心啊，庄严佛净土啊。哦，我学了佛之后，家里很和谐了，都不吵架了。以前吵到乡里都家喻户晓都知道了。哇，你转法轮了。哎，我讲这个都不是想出来的，是真的。我们一个同修跟他婆婆啊，在社区里面对骂，整个社区都知道啊。哎，后来这个媳妇学佛了，不骂了，还帮她婆婆送钟啊，婆婆卧床啊，帮她送钟。哇，你看，所有这个社区的人呢、啊，都震动了，改变很大、啊。哦，庄严佛净土啊！啊，佛菩萨脸上贴金啊，不要着形式啊，就买那个金箔啊，要依教奉行来庄严啊。好，哦，所以为父为母则强，他有利益孩子之心，哎，啥他都不怕承担。啥他都愿意学，这个就把无私的爱就展现给孩子看了。哦，我见了不少啊，在我们这个时节因缘啊，还生三四个孩子啊，我看到他们都肃然起敬啊，而且他们都做胎教。哦，他们的孩子都列入啊国家保护级对象，人人弘道，要有人才啊，要有真心的人才，这一方众生都被他感动了，他无私奉献啊，你看老和尚感动五大洲上亿的众生啊。我们真的修出真心来了，哎，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呢、啊，都能得度的。哦，啊，况且这样的孩子的因缘确实不一般，也不是偶然的。世间哪有偶然的事啊？世间都是因果相续啊。哎，他能做胎教。他过去生呢，善根福德很好啊。好，哦，这个不要产生比较心啊、哦，比较心容易生烦恼啊。我现在听闻念佛法门了，啊，就没有遗憾了，是吧？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老实念了，十本不离，直趋绝路了，有什么好遗憾的？啊，以持名故，善根福德顿同诸佛。这藕益大师讲了，我们遇到了这个他利派果教门从果起修的。老实持名，全摄佛德成智德了。
所以以慈名故，善根福德，顿同诸佛。这么啊，有福报的事情，哪还有什么遗憾的？好好老实念佛啊，自己的智慧德能很快就透出来了，很快就能恢复了。这就是海贤老和尚给我们的表法，给我们的信心。所以孝亲敬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我自己扎得如何？我有没有给孩子做榜样？有没有给学生做榜样？有做榜样的心啊，就是责任心，就会鞭策自己啊，不要懈怠。要给学生做榜样，给孩子做榜样不简单吧？问问自己，老和尚的教诲啊，我落实了哪几句了？这么一想啊，还是很不足哦。老和尚强调扎三根哦，那我得给孩子学生表法，扎三根我得扎给他们看。哇，你有这个心啊，不容易随顺烦恼习气了。这个就是愿力了。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当然有机会的话呢，跟你带的小朋友住在一起，跟你带的人生活在一起，每天他们眼睛盯着你，这不叫压力，这叫动力。所以是烦恼还是菩提，就是一念之间。你可以把它当压力，你也可以把它当动力。圣皇之分在乎一念。你真的有这个机缘要掌握住啊，因为我们太容易懈怠了，没人在旁边呢就开始偷懒了，东摸摸西摸摸，别人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摸。所以莫现乎影，莫显乎微，什么时候最能透出我们的状况？都没人在的时候，看你还用不用功。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的功夫。我们看这个第一幅啊，第三句呢，慈心不杀。第四句啊，修十善业。这是三幅里头啊，第一幅，人天福报。不杀生呢，培养慈悲心。老和尚讲经都提了，不恼害众生。诸位仁者，你们愿意持五戒吧？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不能勉强你们哦。你不持戒也不能得定哦。不得定开不了会哦。那五戒第一是不杀生，不恼害众生。愿意持哦。那老和尚说了，有人因我而生烦恼。是因为我的言语、行为、态度不妥，造成人家烦恼。你不能用成啊，谁不高兴了我都顺着他，不行哦，你不能理解错了。这
这两天啊，有个同仁反省，哎呀，我以前有一个下属啊，他希望我提拔他到哪一个位置，啊，我没有这么做，哦，这是我的错。我说这个不能这么讲啊，你推荐他到那个位置，他的德行能力够不够啊？你推荐人，你也有责任啊。哦，你看反省也要跟着道理反省，不能矫枉过正啊。哦，当然，哦，作为仁者，人家跟你提出要求了，哎呀，你帮个忙啊，哦，让我升到这个办公室主任啊，你干不干？你马上拒绝他好不好？出言要顺人心嘛。你总不能说你现在这程度你也不照照镜子，哦，那你这样就伤人了。哦，你跟他说这个工作啊责任很重大，哦，你有这个心要承担很难得，但依我的观察要承担这个责任要在哪些方面的能力，你可以往这里努力。你看你没有否定人家，还给他一个方向，又没有服人家的意思，不然你一否定他，他说你给我记住，你就跟人家结怨，你还给了他一个目标去努力，这个叫随缘妙用，妙在他受用，给他一个方向目标，同时你要展现负责任，职位不可以随便给的，公心要展现出来。好，所以这个菩萨四德会用哦，事事是好事啊，随缘妙用啊，没有坏事的。有孝亲尊师啊，还有慈悲心，具足这个条件呢，才能学佛。因为啊，佛法是慈悲为本呢，你都没有慈悲心了，佛讲的话听得懂吗？不相应啊，还会听错啦，哎，还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那就麻烦了。哦，学佛啊，是从十善业开始。哦，十善业分配在三，身、口、意三业。哦，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哦，我跟同学们也提，常常提呀，我们要持戒，要改掉这些恶习呀，要记住一句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所以这不杀生怎么持啊？不恼害众生。不止没不要说谈伤害，那个太严重了，你让他生不欢喜了，我在哪些言行态度让人家有不高兴了，我从这些地方都把它改掉，痕迹都没有，斩掉，你念念都考虑得很细，替人设想，那个只顾别人的这个态度啊，把它斩断，自私自利把它斩断，你就不会犯杀业了。你看
不偷盗。老和尚说的，把占便宜的念头都要拿掉。哦，学吃亏，学佛首先学吃亏。学佛是心去做佛啊，真心是什么？心包太虚呢，哪还跟你眼前这个人计较？那这个心量怎么扩宽呢？哦，这没有占人家便宜的心。哦，比方说团体里面分配工作，啊，扫地，啊，扫扫扫，哎，那个地方算他的了，不给他扫了。啊，你今天时间比较有了，帮他扫一扫又怎么样呢？哦，你看那个扫地啊，都是检查自己的状态。啊，你是很欢喜去扫，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去扫的？哦，你扫的时候有没有计较来计较去的？再来，你扫呢，是应付的，还是很仔细的做？哦，你很一仔细一做，哎呦，这个角落都有蜘蛛丝啊。哦，哪些地方可能容易卡一些灰尘的，你都把它弄出来了。哎，这就是学佛，对什么人事物都认真对待，而没有应付。有时候我们应付习惯啊，不行啊，笑容也会应付啊，会习惯哦。哦，笑容都要发自真心，不能应付啊，更不能皮笑肉不笑啊。哦，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说的，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啊，没有虚假的，没有应付的。这句话好啊，精辟啊，这句话也呼应善导大师说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哎，请问大家，你一天要回几个微信？有时候会不会回的有点烦了？啊，你回的有点烦的时候，一定要提起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谁叫我加那么多？哦，不能怪别人啊，自找的。哦，你回的很多，心都不烦。哦，每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都是柔软的，都是设身处地的。所以何处是道场？回个短信也是道场啊，不然哪里是道场？直心是道场，真心就是道场了。哦，所以我们从根上啊，哦，把这些习气去掉，哦，就不占便宜，甚至什么，能把过揽到身上来。哎，这个是有修养了。哦，所以台湾有一位圆音法师啊，这个修学啊成就很高啊，忏云法师的徒弟啊，他一出家要求精进修行，在后山闭关。哎，他没有受具足戒，人家沙弥直奔极乐世界。哦，哎，他有一段法语啊，我印象很深。啊，他那个茅棚杂技呀，都是他在精进修行的时候啊写下来的法语啊，
一打开来，述而不作，性而好古。哦，而且他出家人呢、哦，哎，我们一打开来赞叹谁？赞叹李炳南老师，赞叹黄念祖老居士。出家人赞叹在家人。哦，这个表演不只是身赞身呐、啊，哦，要出家人赞叹在家人，人家修得好啊。哦，你看佛陀在世，赞叹维摩诘居士在家佛，哦，还请弟子去参拜去请教。哦，所以佛这些表法可能现在人不懂了，得透过我们表演出来啊。好，我们看懂佛的表演就有责任了，透过我们把它做出来了。哦，那这个圆英法师啊，好，这个有同修问了，啊，别人的过错啊，揽到自己身上啊，啊，怎么保证呢？不会惯坏对方？啊，首先呢、啊，我们呢要先相信他人的善根，啊，相信他人的本善，啊，这个我们。还没做啊，就有点担忧啊、哦，所以这个问问题的同学，你可能个性上啊比较容易担心事情啊、哦，所以我们要常常关心为要，自己的心念要看到，哎，好，当然。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啊，你是真心去回应的，就会触动相关人的善根啊。哦，比方这个，我们之前也有遇过啊，啊，会教育的父母啊，还是偷了苹果了。哎，父母发现了，哦，这个到人家水果店，啊，跟老板道歉，啊，这是我的错，我没有教好我的孩子，啊，赔人家钱，啊，那这个情况会惯坏孩子吗？哦，我相信不会的。啊，是你帮他演过是非，哦，比方说他有一些过失的，你帮他，哦，就像妈妈，哎，孩子有错了都不跟先生讲，都姑息孩子，孩子就肆无忌惮了，那个才会惯坏了，哦，所以俗话说的，慈母多败子。哦，所以你哪怕是懒过来啊，哦，也要让孩子知道他错在哪里，是吧？哦，这个圆印法师说的，学佛了越学越简单，简单到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越学越谦虚。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哎，这些都可以勘验哦。你看这法语真的，啊，他们入境界的高深大德，
这些法语啊都不容易遇到。可是我们现在科技太发达，法太容易拿到，不容易珍惜。这一点是我们呢要慎重的地方。有一好啊，就有一坏。越方便呢是好，就有可能呢不够珍惜。我们刚刚提到啊，净宗三宝之一，进修捷要报恩坛。承德学习这一部经教啊，就感觉是黄念老，他用他一生的修持啊，透过讲进修捷要，和盘托出，来护念我们修行。我们感觉到没有？你感觉到了，你就会倍感珍惜，你就会，他讲的每一句你都聚精会神，你不敢漏掉一句。为什么？他一生的修持加持你。你看其中他老人家讲到了释迦牟尼佛前身修行的时候，为了半句偈啊，舍命求法。不知道这个故事大家记不记得？半句偈呢，就两句话了。你看我们现在法那么容易听到，有没有佛陀那种求法的心呢？那像我们现在在探讨这个台湾这一位圆音法师，他的这三句法，你真的放心上了，照这样用功了，你的人就变了。简单到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就不胡思乱想了。哇，这老和尚都具体教我们了，只要不思考了，赶快佛号提起来。印祖说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这个印光祖师开示啊，我在不少同修家里看有挂起来。挂起来了。更重要的是照做，不能形同虚设。那我们是不是行住坐卧越来越提得起来了？假如还是提不起来，那还是忘了，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猪不离手，还是没养成习惯呢。修行啊，要扎实，要认真对待，不能得过且过。这种得过且过也是一种习气哦。要认真对待，这可是要了结无始劫的生死轮回啊，还有哪件事比这件事大啊？所以行安大师说，极乐净土啊，非悠悠善善所能至哦，不是你心情好了才做做善哦，这样就能去极乐世界哦。万劫生死，非因循懈怠所能脱哦。我们的习气还因循懈怠，这样怎么出生死轮回？老和尚说的，发现自己过失了，立刻就要痛改，那个决心要拿出来啊！改正自己过失，这
叫真修行了。哦，所以这个第二句啊，越学越谦虚，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第三句的越学越惭愧，好事与他人，坏事向自己。哎，好事做成了，哎，都是别人的功劳。为什么？因为觉得都是应该做的了，根本不放心上啊，不会去揽功的。啊，会去揽功啊，就有做了。坐而无坐，心才清净。啊，我们动不动就要搬一搬以前做的事啊，自己要关照到。哎，有点好名了。啊，或者是什么，有点没自信，要搬一搬，好像自己心里比较舒服一点。心都动了。关心为要，这些都是烦恼，自寻的烦恼。哦，所以好事与他人，坏事向自己。这练什么？没有我相、人相，他的错就是我的错，揽过来。啊，不然《金刚经》要怎么落实？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个就是这样分别，这样执着。啊，《无量寿经》教导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好，啊，刚刚提到啊，身口意三业啊，身三，口呢，口最容易造业啊，所以有四条：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哦，每天要讲多少句话？所以这个言语的修养啊，必修科目哦，可不能又来一句我这个人讲话就是这样哦，真的是耍赖皮 number one 的。嗯，绮语啊，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恶口啊，说话很难听，哦，而且态度啊很难看，让人看了听了不舒服，而且是啊动了嗔恚心了，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啊，哦，所以这个口业要改啊，重要也要从心地上改啊。哦，哎，能调伏嗔恚心，啊，忍住对治嗔恚，老和尚教导的，啊，你今天看到谁做的不好了？不止不要生气了，告诉自己，是我做的不够好，还不能感动他。你不止不生气了，变成一种动力，要转念了。哦，我们净土宗啊，《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净宗的
中药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啊，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不可须臾离也啊，所以你一生气了，菩提心没了，功德烧掉了。你一转念，哎，你看都是菩提心的状态。哎，我做的不够好啊，我要为他演说啊。这就是念正法久住啊，这个就是报众生的恩呢、啊。劝发菩提心文教的、啊。哎，菩萨观于罗椅，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祖师的心境啊，我们要效法、啊。更何况我们现在见的都是人哦，不只是罗椅而已了，都要礼敬啊。两舌是挑拨是非，我这个罪业很大了，不能嫉妒，进而去挑拨哈，妄语说假话，有时候还没学佛以前习惯了，都要痛改哦。口业要守住这四条，意业就起心动念有三条，不嗔、不贪、不痴，贪嗔痴三毒烦恼，所有一切的不善都是从这三个根生出来的。这是一切不善业的根本，要把它断掉。念佛是阿且陀药啊，万病总治啊。念佛是宝王三昧啊，三昧中王。一般修学的，有诸多三昧啊，有的是断贪的，有的断痴的，有的断慢的啊。他对峙的习气不一样啊，只有这个宝王三昧对峙一切习气，所以只要佛号念得住啊，这些三毒烦恼啊，一切烦恼啊，慢慢就调伏了。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哪？出在不肯老实念佛。你真的肯老实念了，都能对治啊，都能调伏。你们有没有遇过很认真念佛，然后说贪心越来越重？有的话一定要通知我啊，我得要访问访问他啊，到底问题出在哪？我们对佛法很有信心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啊，任何方法都消不了的罪，这一句佛号消得了啊，这我们深信不疑啊。好，所以都要从根本去断掉啊。有了第一福啊，我们今天呢，将第一福孝亲尊师呢，具体落实在《弟子规》啊，确实，《弟子规》做到了，才懂得如何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这是道家的。修十三业是佛家的。儒释道啊，三个根，我们今天说三个根的教育，这是扎根教育，
是基础教育，好像盖大楼啊，这是地基，这是打地基啊。你看又一个比喻来了啊。啊，地基要不坚固啊，那这个建筑物一定建不成的。哦，它经不起风吹雨打，它会倒塌。哦，所以佛选弟子啊，就是要具足这第一条三根，才能成为佛门弟子。哦，然后第二福啊，才是入佛门。哦，我们不扎根，那就入不了佛门了。哦，老和尚说的要放下十六个字啊，到佛门口。哦，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哦，这个要放得下。啊，承德个人呢、啊，啊，对老和尚强调啊，要扎三根呢、啊，很敬佩，很感动。这老和尚大慈大悲，看到我们众生的根性啊，虽然遇了当生成就的法门了、啊，可是假如没有根基呀、啊，去不了。就很可惜了、哦、我们到了末法了，没有念佛法门了，要靠自己断见思烦恼出轮回几乎不可能了。而我们看修行的人，修行的团体、哦、会产生烦恼，产生问题，都跟没有三根的做人做事有关。所以这是老和尚开出来的药方、哦、法药、哦哦、我们不能忽略掉了、哦、那下功夫呢，都要下顿功夫、哦、你看念佛要下顿功夫，要老实念、哦、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们现在有一个习气啊，真的是啊，拦路虎啊，给我们挡住了，进步不了了。什么拦路虎？性格特别着急，都没有办法安定缓和下来。学个佛很急着要有成就，急着哇，赶快念佛三昧，保证你不可能念佛三昧。欲求一心，心欲乱，我要赶快一心不乱，都是很着急、啊、急于求成的心、啊哦、所以为学第一功夫啊，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所以念佛要老实念，不能急、哦、每天看你的生活状况，固定可以念多少，不要间断、哦、越念越相应，越欢喜，越念越多就对了。包含呢、啊、我们说正修是念佛，助修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扎三根就是帮助我们助修的。我们不扎三根呢，那怎么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三根是标准啊，照着做了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个三根呢，最好再加一步《了凡四训》。
因为这三部经是行经啊，了凡四训呢，把道理给我们讲了。我们观察一下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呢，怎么改的？哦，他反省，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你看做人很难吧，啊，戴上去的热，脱下来又冷，还是极乐世界好啊，都没有这些问题。当然现在有这些问题也不要烦躁啊，哎，平常心对待就啊，原来我智慧不够，应该换另外一个帽子试试看啊。哦，刚刚那是毛的啊，这个可能是棉的啊，比较没那么热，还是自己面对境界不清楚啊，用错帽子就好。这个我们看呢，了凡先生他这个也是云谷禅师高明，成年人了。你不好直接，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他面子放不下了。啊，说实在的，现在呀，有思想的孩子十三四岁了，你就要顾及他的面子。哎，云谷禅师问他：“汝自揣因得科地否？因生子否？”诸位仁者啊，你们有没有常常跟人沟通的时候用设问的？还是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啊，恨不得啊把自己讲的灌到对方的脑子里面去，这个叫脑害众生。啊，我有时候会观察，哦，有的当父母当老师的，一开口停不下来，那个孩子跟学生的脸上的表情已经很难看了，他还一直讲，你说他执着还是不执着？你讲话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他好啊，他都听了那么反感了，你还继续讲，那就是自己控制太强了，好为人师太强了，得把问题找到啊，有时候问题不在孩子身上啊。啊，老和尚说的，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当然包含自己的家人了，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啊。反省就是开始觉悟，发现自己过失，立刻就痛改，改正自己过失，叫真修行。哦，这些法语啊，很精辟啊。我们在境界当中能提起来，就能看到问题点了，今天就没空过了。一日不知非，则一日安于自是，自以为是了。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净了。我们在境界当中想护念别人呢，一定要先能关照到自己的心念。我们有控制有强势的，已经护不了别人，因为我们烦恼做主了，铁定是让对方也生烦恼心。啊，真心才能感真心哦。当父母当老师的，你已经烦恼心了，你还要换他的真心啊？不可能的。啊，哦，那一天听到一位母亲啊，谈到他两个孩子年纪很小，可能都三四岁吧，年纪都很小。
啊，结果呢，早上要去上学了啊，但是吃那个蒸蛋呢、啊，都含在嘴里不吞下去。哦，这妈妈有点着急了。哎，你一着急了，你讲的话，孩子很敏感，他就先感受到你的情绪了。一感受到情绪啊，那孩子头就懵掉了。他很敏感啊。哦，所以这个母亲一观察，每一次自己快一点呢、啊，快一点呢、啊，这种带情绪的言语啊，孩子好像更不吞了、啊。哎，这个时候要不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再不吞，我棍子拿来喽！哦，我啊，拿棍子来了。哦，结果啊，这个妈妈静下心来了。哎，当天呢、啊，她就想了，我要用孩子可以了解的语言，哦，跟他沟通，哦，然后，哦，他就这个表现得很难过啊，啊，然后呢，孩子就过来关心他了，妈，你怎么了？哦，哎呦，好难受啊，哦，然后他孩子就摸他，哎，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哎呀，都很难哦，还是很难受啊，哦，哦，那他孩子就很希望帮得上他妈妈喽，啊，哎呀，我这个难受啊，啊，只要你们呢。早上吃啊，赶快吞下去啊，我就不难受了。哦，那孩子点点头啊，哎，结果隔天一早啊，他就看到啊，其中一个孩子喂另外一个孩子，赶快吞下去哦，哦，赶快吞下去哦，我给你鼓励哦。哎，他不用喊了，哎，孩子呢，互相监督了。啊，孩子才两三岁、三四岁啊，哦，你要以他们能懂的方式、懂的言语跟他们沟通了。啊，我以前听了一个故事啊，啊，带孩子去看烟火，啊，然后哎，大人在那看，哇，好好看，孩子在那里一直扯，一直扯，你赶快看呐、啊。哦，后来才发现了，孩子那么矮啊，根本被大人都挡住了。后来抱起来才看得到。我们很容易站自己的角度啊，不容易站别人的角度。所以你说修行人练什么功夫？放下我执，在哪里放？你随时能设身处地，把你自己的感受放下。把我的看法放下，完全从对方出发，哇，你会用功了，你的我执就在处事待人当中越来越淡，哪怕你每天处理很多事情，你的道力不断提升。哎，这叫会修行，佛门的功夫在放下。那个念多少佛，念多少经，那是手段，不是功夫。你要会用心了，才有真功夫。哦，你念经、念佛，把妄念都念掉了，这有功夫。你妄念放下了。哦，你假如每天念十部经，念到很熟了啊，打妄想了，都不会念错，那这不一定有功夫了。那就到时候变打妄想都习惯了，就麻烦了。好，哦，那这个了凡先生，哦，啊，现在有个同修发来的问题，啊，太长了，哦，我现在年纪有点大，哦，一般尽量啊，问题发两行字就好。这个我们留在，下一次再回答，下一次我
假如我一看那个问题，十万火急啊，我下了课啊，拿着录音笔录一录，再发到群组里面去啊。什么还是要看情况办啊。好，好，没有那么急啊。哦，我们下节课再见啊。哎，这样你们也比较肯上来啊。好，开玩笑了啊。那个啊，这个了凡先生啊，哎，这个云谷禅师啊，很高明啊，哎，先问的啊，你自己想想，你因得科地否，因生子否？他自己反省了，他愿意去改了。你看他怎么改的？哎，三发愿三千善事哦，你看他积功累德，断恶修善下功夫哦，而且他用功过格哦。哎，了凡先生要用功过格啊，功夫才练得成哦。请问大家，我们需不需要用？哦，讲话只能讲到这里。不然你就恼害众生了。他就说：“你们用不用？用不用？这是恼害众生啊！哦，刚刚才说不杀生啊，不能恼害众生。讲话掌握度，才不能，才不会恼害众生。哦，哎，老和尚都守三个条件了，我们要不要守呢？啊，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啊，不能再讲下去了啊，给人家压迫感就不好。”哦，哦，这个我们要动态观察。你看，古人都得下这个功夫，我们能不下吗？哦，我们不下这个功夫啊，我们哪怕已经学十年了，功夫还是不得力。哎，你学多久啊？那是一个相，有没有下功夫啊，才是真的。而且越早下越好，越晚下习气越重了。哦，所以我们可以以三根呢，啊，来做功过格来关照，这样每天容易啊发觉，哎呦，好像跟《弟子规》《太上感应篇》不相应了。哦，你看贬正排闲。哎，这太上感应篇好像念起来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事实上啊，你在单位里面看哪个人不是很舒服了，你要忍住哦，不然慢慢再严重下去，你就贬正排闲了。哦，哎，看别人表现得不错，有点酸酸的，就要赶快调伏掉咯。哦，或者，哎，他有一两件事啊，我不是很高兴，一直放在心里面哦。它会起化学反应哦。一有机会哦，你就掺它两笔咯。哎，哦，所以有时候啊，容闲啊，跟贬正排闲呢，它之间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哦。哎，你本来很欢喜一个人哦，哎，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啊，不能包容他了，甚至于觉得我以前尊重他是错的了，他不值得我尊重了。那个中的变化就在你把他一两件事情惹你不高兴，一直放在心里了，就会慢慢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哦，所以哦，我们今天啊，没有能啊
不放别人的过失在心上啊，啊，都是放人家的优点付出啊。我们不这么样去下心地功夫，可能太上感应篇这些句子啊，我们也很难不犯哦。哦，比方，哎，他表现好了啊，哎，这个有点这个光芒啊，稍微压到我们了啊，你又有见他的过了，你可能就会这个口业就会出去了。我们说任何的话，不是用情绪的，都是什么慈悲为本，都是爱护对方的出发点去讲话，这才叫学佛啊！大乘佛法是慈悲为本啊！哦，刚刚老和尚说的孝亲尊之慈悲心具足这个条件才能学佛啊！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身口意啊，都要好好下功夫了。哦，哎，扎三根呢？每天对照三根的标准来改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啊，哦，慢慢慢慢养成习惯了，就不会犯这些错了，啊，就口无则言，身无则行，因为养成习惯了，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这孝经里教的你就做到了。好，今天时间到了，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一起念个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